小妹，全谱给我。偏谱一。祖宗家法说的，女子外姓不得成全。哥他
中，拳法之精要，可窥一二，为你我二人寻找了穴门。自从我离开陈家沟，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时至今日，我仍然记得他的一颦一笑。幸得全仆，却无缘再见。师父深明大义，摒弃宗室之见，容我窥习拳法，学太极之精妙。如今我设坛教拳，发扬太极，也算是成了师父的道。后来他北上燕都，虎行金朝，成就威名后，人淡我依旧。世人总当他是武痴，师尊习武之人应该谦逊明德，尊师重道。